一生最敬爱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时间一天一天过，然后今日就感觉了哦，有一点啊寒迄种感觉吼。那无吼，咱的寒气氛伫咱这南部这边敢那感受未到，但是北部呢吼，咱的听友了，你讲无寒哦，我拢有穿袖啊嘞哦。但是来到慈天必胜宫呢，讲真呀真呀白啦吼，啊为北部呢吼穿大袖落来穿，啊咱讲咱即马较少羽绒衣啦吼，伊讲啊来到恁家吼，都爱穿真呀真呀白条，哦啊家都足少落。天气啦吼，北部甲南部有差啦吼，应该差几啊度安尼。今日由咱的道亲呢吼，讲要听一段憨山大师的会弦歌，然后，没想到今麦就来做安排。这是咱的卢师兄呢所点播的，然后卢师兄带新碟哦，长呢吼有来恭喜，然后来结缘。伊讲没想是这憨山大师。我感觉真好听吼，来，咱今麦来甲做安排啦吼。卢师兄，甲你问好啊！吼，来讲来到咱的这个中南部啦，吼，来到云林，然后咱讲云林，嘛是等于呢，哦，等下甲道祖母娘来结缘。一晋江呢，吼啊，咱咱讲友情的，吼，广告一下，吼啊，咱一个道亲呢，吼啊来啊，我提了啥老婆饼请伊，然后伊甲讲，啊，这老婆饼哪会这好吃呢？吼，讲这吼北部的呢，伊讲北部伫倒位啊？你嘛甲讲，敢会使会使甲讲地址啊？吼，奇花老婆饼吼，啊，因都两个吼，阿阿婆啊吼，啊都来，伊都拢一定的吼，提因家己做的奇花老婆饼，吼，啊来供因来供养母娘啦，供养圣庙啦吼。
爱中央山，我就会提出来跟咱的吼啊，咱的师兄师姐来分享，讲来来来，吃看麦，这咱家己的道亲啦吼，嘛是咧讲起来讲，嘛是伫咱母娘家吼，大家拢结好缘，啊伊吼。大概呢，走来就讲，事故探烧哦，这当啊起落的，阮为北部炸落来足青的，紧食看卖。啊，恁即马提一寡吼，甲咱的啊师兄师姐来分享吼，就讲，安那真好食哈、啊，真的好好吃呢吼，啊要对买哈，伊这也在栽培啦，啊可以栽培然后，啊咱那边栽培吼，啊咱那边吹然后，要吹这菊花老婆饼，应该的吼，地址应该是有啦。在台北嘛，在台北市，好，就台北市树林区保安街二段275号之一，菊花传统糕饼烘焙了哈，啊，所以讲找咱的卢师兄、卢威成师兄就会使哈，菊花老婆饼，伊讲哎呀，真好食呢哦，记得哦，我刚才讲一概念，无要阁讲啊嘿，在咱台北市树林区保安街2段275号之一号。菊花吉花传统糕饼吼，这个、老婆饼呢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啊吼！这是吼，咱有请到咱北部的咱的师兄咧讲，甲到阮北部，阮都来遐买就好啊。啊，师姐，你若有介意吼，连讲我若要阁落来拜拜，还是要落来供烧吼，我来菊花老婆饼遐买来顿来，买顿来拜拜，啊，就留咧吼一挂师兄这结缘也可以啦吼，谢谢你啦吼。咱讲嘴馋，食到好食的物件，就足欢喜啊！吼，啊，咱讲用好物件来供养神圣，哎嘛，一种心啦！吼，感恩啦！吼，咱今要来讲一段，吼，这段比较咱讲较有故事架构啦！吼，啊，讲灵修，啊嘛爱甲讲一寡吼，咱讲伫这个易经内底，好，易经内底咧讲到这个困，伊讲泽水困。对上看下，这我感觉较有兴趣，未歹。困向金代人格无咎，有言不信。都咧讲着讲吼，咱讲入去忧国，忧不明也。吼、哦，咱讲强弱，则无水困，君子以自命，谁治啊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困字，咱常咧讲啊，贫困困难潦倒之意嘛，吼、哦。困倦之时呢，要多多休息，然后穷困之时要有志气，然后人讲散爱散有骨气。遇到困难的时阵呢，爱努力学习。被逼无奈之时呢，要恶人讲卧薪尝胆，然后笑看人生。这么的讲，卧薪尝胆，笑看人生，摆脱潦倒。要让他摆脱潦倒，那我们就慢慢的听这一段，然后。坎多必困，坎那多，吼、哦，自然就会围困咱家己啦吼。坎多必困，这就是讲难而艰困不得已啦吼、哦。生而不易也困，也就是讲好而穷困，物极必反。困当然就是进退不得，落魄潦倒啦吼、哦。人讲落魄潦倒，困。就是咧讲啊，困咧去用困住啊，即贫困的原因、潦倒的原因啊，困倦，吼、哦，伊跟你讲困倦要多多休息，穷的时候要有志气嘛，古早人听安尼讲，人爱善善啊善有骨气啊吼，啊食爱食人欢喜，啉讲爱啉人的欢喜酒，啊赚爱赚人良心钱啦、啊、吼。易经呢，咧跟人讲哦，当你穷困的时候，你想要没有灾难。想要通达，必须要做到冷静以对。虽然呢、啊，心含艰困，就是讲咱今嘛含在善恰困难的时阵呢，仍然要自得其乐，唔能急，坚持咱家己的理想。所以呢，较早有一个故事叫做卧薪尝胆，咱来坚守中正的原则啦吼。坚守这个中正的原则。2000多年前呢，在这个中江下游有两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就是吴国，一个国家就是越国。因呢拢是想征服对方了吼，使家己的国家呢强大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两个人一战吼，越国打了败仗，这越王
勾践然后越王勾践万般无奈，只有就派人向这个吴王夫差来吼求和啦，表示讲愿意呢，吼、哦、含夫人呢做伙去吴国替这个吴王呢，吼、哦、当这个奴役，打败两翁阿婆啊，吼、哦、就是讲伊要含伊个夫人去这个吴国呢，吼、哦、做伊个奴隶啦。啊，这个吴国无神呢，纷纷要求灭掉这个吴国，免得后患。好、哦，得胜的这个吴王呢，非常的骄傲啦，无要听大家建议，答应这个勾践的请求啦吼。要、哦、就是讲吼，吴国呢打败，吼、哦，咱讲去用打了败仗，吼、哦，咱听讲越国打败了，但是越王勾践呢万般无奈啦，只有派人呢，吼、哦、去甲这个吴王呢要求啦，来恳求，表示讲伊愿意和。不但和呢，伊还阁要带着伊个夫人呐、啊，去吴国呢做奴仆，甘愿伫遐做奴才就对。但是你唔好灭掉我个吴国，条件就是安尼尔。在勾践呢，两翁仔某来到吴国，穿了粗布衫，戴了石头棒。你甲想，较早是越王呢，啊，即嘛两个你甲想，住伫即个吼石头贴的这一厝呢，替即个吴王呢饲伊个即个吼马。哦、就是讲吴王要驶的这个马车，这个马就是由因两翁阿婆来管理。你是呢，还佫打对呢？打对就是讲磨米啦，吼、哦，还佫精米，哈、哦，精米推磨，受尽了屈辱。但是伊伫吴国整整呢，吼、哦，忍受了三年的时间哦。伊讲哦，只要你卖来吼、哦、吞打吼越国，卖甲越国的百姓别进呐，吼、哦，卖过来甲我吼。哦我讲呢吼，啊，起兵小阵，我两翁阿婆啊呢吼，都来给你做奴才啦。所以来到这个吴王呢吼，足侪人甲讲，你一定要甲这个越国呢灭掉，啊那无后患无穷啦。但是伊讲，伊哪有我的对手，对无？伊既然打输我，我两翁阿婆要来甲我做奴才，要来甲我顾马，要来甲我征米，我都可以来做奴才啊，我都无要去甲灭这个越国。啊，所以讲。王呢，带着家后呢，来这共做奴才。你假是越国，所有全国的军民会安怎？伊会奋发图强无？会啊！为什么？一个王，甲一个国王的夫人呢，都愿意去啊共做奴才啊？为着无要越国灭国呢？为着这万民百姓的性命，甘愿两个去共出来创啥？出来做人的奴才？你假是因为国家的吞？会囤积粮草无？会啊！会认真练兵无？会啊！啊，所以讲吼，伊答应这个吴王，讲要给做奴仆做三年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求讲吼，放下百姓煞，卖过去吼，吞打这个吼越国呢，和这个越国呢，吼、哦、有个生机啦吼。啊，所以两阿婆来做三年。那做三年的时阵呢，吼，当然啦，嘿。咱民国讲也心酸啦，一个王要来共做奴才，哪有遐简单？但是呢，这个越王呢，勾践呢，思想吼不忘报仇雪恨呐、啊。白天呢，亲自下田耕种，晚上就睡在柴草上。啊，伊就呢，伫这个厝内底挂一粒苦胆，每顿食饭进前呢，总是要尝尝他的苦味，提醒自己不忘兵败，吼、哦、快能讲会。记得处入啦齁啊这个会记得处入。啊就讲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，越国终于呢转弱为强，出奇兵呢灭掉了吴国。苦心立志，所以讲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计呢，十年齁、哦、生甲离开安尼齁，也就讲十年生计，十年教训啦齁，安尼刻骨铭心的教训。就像天空中的一颗璀璨的流星，划破长空，然后，所以咱对着这个吼困，讲折水困啦吼，啊，恁讲对上砍下，内底恁就讲砍，既然是刀必困，砍刀必困，啊，这就难，咱常咧讲艰困不得已的，吼，啊，是讲咱人咧拄着进退两难的时阵，啊，是落魄潦倒的时阵，咱爱安怎？咱爱。摆脱潦倒，要笑看人生，然后要就是爱学这个啥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人讲君子报仇三年未晚，对不吼？啊，就是安尼，去甲做三年的苦工。
吼、哦，这个五公呢，吼、哦，愈来愈摇摆，吼、哦，兵都无啥咧练啊，既然你外国都臣服啊，我那就爱个烧钱，免个烧钱啊，就大家只要肥肥，叫我推推安尼啦。等了吼、哦，十年后呢，吼、哦，这外国呢，吼、哦，强起来时阵吼、哦，一举呢就打破了五国的国都啦，吼、哦。这就是讲人咧困苦的时阵吼，爱想啊通吼、哦，想要通达，必须要做到冷静以对。虽然身陷穷困，嘛是要自得其乐，唔忘记坚持咱家己的理想，坚守咱忠诚的原则，以后绝对都好的结果啦吼。哦听一段歌，然后再来开讲啦吼。咱常在讲修行到底有什么原则，当然有啦吼。修行到底有什么好处，也当然有啦吼。来，咱来听一段行者之歌，行者之歌。非常好听的修行者修者之歌，也是叫做行者之歌啦吼。昨天下午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，我就想要讲给咱的道亲来听看卖安尼吼。你讲每上次只要是拄到什么感动的代志，真的很感动，印证了我一件事啊吼，印证什么代志？就是讲咱的母娘啦吼，啊，甲咱天上圣庙参详好啊，啊，咧讲着讲慈天必胜宫呢，要来开设怀孕堂，开设怀孕堂。迄个时阵呢吼，我就一直吼，都感觉讲母娘呢吼，啊，咱做春秋两季啦吼，啊，做这吉安礼道啦吼，这看过了足济啊，为什么你要阁设一个怀孕堂？母娘就讲啊，讲这囡仔囝总是爱归元呐。吼、哦，即大家客灵已经客开啊，即灵儿红女干免来归元呢？敢是讲在生拜王爷，肉体下步，咱拢要去甲偌西方佛祖吗？咱遮有一个所在跨跨的红道厅呢，那个开放，或者众生要依随着咱母娘，要跟随着咱母娘来修学修行，哎，就有机会可以归元归果啊，敢是呢？母娘安尼讲，那信庙就讲啊，伊讲吼，咱袂当讲干呐慈悲吼，讲道说法吼，予大家来听。吼，咱讲慈悲有形的，有形的，就是讲咱只嘛伫世间只有缘的众生，但是无形法界的众生，伊嘛想要归元归果，伊嘛想要倒来找母啊，要来皈依啊，敢毋是呢？所以咪想呢吼，就讲好啊，既然要用红道厅呢吼。
来做到这个吼归元的哦，和母牛呢有一个姻缘机会哦，即灵儿红露啊，即灵呢得灵呢，会当来归位。好奇心呢吼，为古年开始还堂开放了吼。阿母牛讲吼，低收入户不收钱，我很感动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咱有一寡吼，啊，都拄啊咧搬厝啦，无方便的啦吼，啊是讲厝拄着一寡问题啦吼，啊，咱讲公妈唔知雄雄要甲请一对，啊，咱家咪当占家吼，占家占家咱的祖先啦吼，等咱厝安定啊，买厝安定啊，啊是讲啊咱。哦，已经哦，甲咱的环境整理较差不多安定啊，咱再搁甲咱的公妈车都等于安放，啊是讲要伫遮吼，甲囥吼，请来诸天必成功的怀恩堂，就是咱诸天圣法坛，吼、哦、要来遮归吼归奉三清圣道，归奉咱母娘，要来伫遮呢吼，带永远的伫遮共修。所以我来去遐烧香，我拢讲遮道亲吼，咱遮同道道亲，师兄师姐。吼、哦，初一十五来供养，就讲同道道亲师兄师姐，大家来供养吼，供养发，咱讲发誓啦吼，啊，大家做回来。啊，为什么昨天呢？我感觉我感动的所在就是，大义林这位林师兄呢，伊唔是听咱的节目的吼，嘛唔是甲咱有熟悉，完全无熟悉啦吼。伊呢来到昨天必成功，伊今日来呢，伊甲问讲吼，我这是妈祖婆婆我来的啦。吼、哦，宜林有一间宫，天上圣庙罗家办事呢。吼、哦，为什么来报伊来？伊讲有一个阿哥呢。吼、哦，那即马有得嘞。吼、哦，已经一百空一岁啊。啊，一个大姐呢。吼、哦，那有得嘞，即马嘛已经八十一岁啊。啊，一个吼、哦，一个呢。吼、哦，嘛是姐呢。吼、哦，应该是伊阿姐啦。吼、哦，伊讲嘛是七十九岁，有得嘞嘛七十九岁啊。吼、哦，伊这五姐啦，一个四姐。八十一岁啊，五岁七十九岁啊，吼、哦，要讲起来是拢生在咱这个啥，民国十九年的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要讲起来讲，真无简单嘞吼、哦。今日今呢，伊讲这三位一个阿哥呢吼、哦，这个阿哥已经一百空一岁啊，啊，到明治的时阵都，吼、哦，咱讲的讲，拢一岁外一岁外。的时阵无去，但是一直实现对因的梦境啦，讲因无厝好住呢。啊、所以呢吼，就要甲找花园堂啦，要甲寄。对去年年初开始一直催，去佛寺去催啦，拢安怎催拢催。啊，但是催有啊，甲跋杯拢唔啦，跋杯拢总唔。哎、啊，想阿当，你都甲讨讲无厝好住，我要甲你找一个所在，互你安放。为什么去佛寺的所在，或者是讲塔的所在去催，伊拢总唔去啦？啊，那个跋杯都唔去啦，结果伊想甲无步啊，伊就去报单，吼、哦，去咱去找咱的天上圣庙啦吼，啊，拄好咧开科办事，那伊就去报单，请示天上圣庙，讲伊一个阿哥按两个大姐呢，一个四姐，一个五姐，啊，你讲无处好住，要予伊一个所在通安居去修行，唔过呢，我甲找另外，找拢无一个花园堂，啊，找无一个，吼、哦，咱讲一般的塔。该吹伊拢唔，跋杯拢唔就对了。啊，拢唔啊，但是要安怎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天上圣庙落界时阵，就甲讲啊，伊讲你这个阿哥两个大姊呢，伊是要伊要归伊母娘，伊甲母娘缘要归伊母娘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去吹有母娘的所在，有开设怀孕堂的，吼、哦，你去吹。吼、哦，啊，伊讲唔过我无方向，要安怎吹？你妈祖婆呢，就甲伊讲啊，伊讲婚林啦，吼、哦，斗南大比屋。吼、哦，啊，改讲姜名，爱、啊、就跟后生讲，啊，你甲 Google 看卖咧，看敢真正有一间姜，然后即妈祖婆讲诶，哎、啊，妈祖婆讲你等于甲跋杯啦吼、哦，结果伊等于跋，哭哭哭，三个杯拢无提杯啦，就即个阿哥，啊，搁一个第四个阿姐，第五个阿姐，就是当时欢喜，你要来归奉母娘，伊讲伊来遮修行，伊个厝都是伫厝，诸天必成功，甲跋三杯呢。爱就来啊呢，来就摕这张单给我。伊甲讲吼，师姐，阮这个阿哥一百空一岁，然后得了一百空一岁啊。啊，那这个第四个阿姐呐，有得了即马八十一岁啊。啊，这第五个阿姐呐，有得了即马嘛七十九岁啊。啊，迄个师兄嘛六十外，要七十啊吼。伊来的时阵足欢喜的，为一楼二楼去拜拜，看到母娘，伊讲哦，莫怪。迄妈祖婆甲讲，因三个拢要来跪向母娘。
你要回来皈依母娘，要到母娘才修行。啊，甲拨了哭哭声的，拨是天上圣庙甲指示的。伊讲我呢吼，头前面走路，我呢找足久才找入来呢。啊，若要讲起来年岁嘛有啊啦吼，啊两个老的来咧找，替因一个阿姑，两个阿姐来找这个吼花园堂啊。结果讲伫因兜甲拨到真正三个杯啦，就是要来吃。啊，来的时阵我有感觉呢，我有感觉哦，哎，伊嘛有对来呢，我规身躯拢咧吼。好像就被电到了吼，我坐在去发音堂，我都感觉我特别强烈。好像说吼，伊甲跋杯跋三个杯，伊讲要来归向母娘，啊，真正三条拢总来。我甲坐入去发音堂，甲讲吼，啊，你这阿伯就伫昆江这边，吼，踮在这个所在，互伊在遮修行皈依啦，吼，在遮修行。哦，那个感觉非常强烈。我感动的是什么？不是发音堂有人来。我就很感动，不是这样子。我感动的就是讲，母娘，你今日叫我设怀孕堂，原来嘛是有。咱这灵啊囝呢吼，这条角灵呢，伊要皈依母娘，原来母娘你的想法，就是要让这灵源会当皈依。只要是甲母娘五庙有缘的，甲三清圣道有缘的，爱有一个所在，有一个去处。迄、那个林师兄讲，我去甲找灵源呢。达位我都去甲找，拢足好势呢。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安怎甲宝贝都唔？咱即马就讲慈云宝塔啦，有诶无即？伊讲伊拢定一时间去找，那宝塔啥物宝塔拢去找啊，就是宝贝拢较贝，干那宝咱只三个贝，佫足欢喜诶。啊，所以来吼、哦，看到二楼母娘呢，伊就足欢喜诶，讲哦，原来伊要找母娘，天上圣庙讲伊是要找母娘啦，啊，咱母娘。讲昨天先发单的花音堂，就是要这灵啊囝归元归果。我昨呢，佮想着讲，用安尼甲我证明啦，母娘讲的是无唔对的。你看一个一百零一岁啊，这条角灵阿袂归元讲，啊一个八十一岁啊，一个七十九岁啊，讲都还没有归元，拢阿袂离开，也搁在找伊要修炼的所在。所以吼、哦，真正是足不可思议啊！我非常感动了，真的很感动了吼、哦。啊，没想到在想呢，想讲一百空一回啊，搁在讨厝呢，讨一个归元的厝，这条角灵，相信讲伊嘛。一直在找，在找伊归元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咱这灵里红路真的有福报了吼，母娘还会想到这一块，要有大家呢吼，在生有在修行，有在听道理，肉体下部有一个所在，通我归元归果。那母娘说的，我已经印证到了，一百空一回，还过会找，还过咧找母娘。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让我印证了哈，印证了母娘为什么要，好红道天要设怀恩堂，红道天要设怀恩堂，为什么他的道理在哪里？原来我找到了二林师兄这三位哈，一个阿姑两个阿姐，和我证明，和我更加足大的信心，然后讲怀恩堂必须要设，还要扩大了哈，因为足济。咱的灵源经济需要母娘的照顾，需要母娘的栽培，好呢，当归元归回离天了哈，归回要地圣境了，东方琉璃呀，真的好好感动啊！好，我确定不怀疑了哈，母娘说的华严堂必然要设了哈，那以后的慈天宝塔也必然要设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哈，更有信心哈。
正所收听一个五秒音声人心团啦吼，真的感恩母娘啦吼，母娘感恩，因为没想到头几先旧年呢，我真正阿个用着吼很抵抗的心啦吼，抵抗说为什么要让工作这么多啦吼，啊要做这個，啊要做黑，啊要做黑。终于了解母娘的苦心，然后那就不要有怨言，要继续赶快加油了哈。哎，杜姐吼，咱大家的吼就师兄打电话，伊讲梅香师姐，我听你这段我赞同。我冒一个小弟叫你恁遐，好我面望呢，我欢喜嘞。讲恁初十五拜个后初的后菜，充满欢喜，然后等于互伊面望，伊个足欢喜的，住在慈天必胜宫很好，所以讲。伊讲梅香师姐加油，这是好事啊，在做好事呢。哦，啊，咱春秋两季都在做吼、哦、功德法会，春节、秋节，拢有照咱的这道教的道家的这传统来做春秋两季，做祖元、做终身，做咱讲刀房的啦吼、哦，咱讲我阿姑阿娘啦，还是囡啦，因为车祸往生去，还是讲因为吼、哦，咱讲要未上寿的吼、哦，啊无娶无嫁，这种啊这拢是吼、哦，咱有个人讲。不爱带入去公妈内底啦吼，一般拢是互带怀恩堂去修行啦吼，互伊提早，互咱太顺声救苦天尊，度往西方，东方琉璃世界，好好啊去安怎修行，搁转世道家诸盘搁来。因为咱讲来世间吼，啊短短个生命十外年啊，尔为一十年，为二三十年，吼，因为某种关系，吼落水个啦，还是讲。车祸啦，吼，啊是自杀的啦，啊是感情的问题啦，无都解脱的，这拢爱需要啥？咱平常时春秋两季拢爱甲做功德福音啦，啊，所以咱平常时啊吼，春秋两季我们就有在做，啊，所以讲伫咱的华恩堂，平常时啊咱个教经啦、上经啦，拢伫华恩堂。为什么？那么希望这伫这的这公妈好啦吼，这所有的人员经济拢是要来共修的，所以我拢甲称呼师兄师姐。咱这道亲师兄师姐啊，在这里共修很好。再是春分定型，有人去换境地，啊，嘛有人换果啦吼，啊嘛有人去烧香点火，啊，够二十四点钟的香款，香烟嘛无甲断啦，拢甲点二十四点钟的香款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啥？我们对事也要负责，对人也要负责啦吼。后来翻腾的公告家，这、就是一种让我证明做人。二林的天上圣庙就证明讲，灵得要归元，要归母娘，所以伊安怎找都找无翻腾，找到诸天必胜宫来，就让我很肯定母娘为什么要设翻腾的意思，我了解了吼。在咱的网路啦吼，在咱的网路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啊，咱有收听到咱的节目的道亲啦吼，没想呢，感恩的就是说，咱的师兄师姐吼，有赖了很多的资料，我觉得不错了吼，啊，所以今日要来讲诶，讲这段为何一定要修到这段，这嘛是吼玉专师姐啊，咱讲破诶，又破几啊段，但是咱为王禅师尊啦吼，讲白羊三盘道场。好、哦，咱的老祖呢？吼、哦，你讲为何一定爱修道啦？好、哦，咱老母嘛讲修人一生无非就是在追求着名利权势、富贵荣华。一世人呢，讲世间无一个全部幸福美满的，嘛无一个全部是长命百岁。但是当今拥有这荣华富贵的人，终究还是要面对老病、吼、哦、老病、死亡，无一不会当带走的啦吼。哦就是讲，前世种下的这善福德，今生享有好的福报，本是天公地道啦。但是今世受报，一生结束，死后呢，灵魂只有天堂、地狱两条路啦。好、哦，今生所作所为，将又是再一次的决定，决定啥？决定灵魂的去处，以及生修有没有受生的时候，地狱苦报，或是上升天界。咱常咧讲。人这世人啦，天堂地狱两概念嘛，啊，所以讲天堂地狱两条路，叫做天堂地狱两概念，吼、哦，上界甲下界，升甲降安尼尔，
啊，所以咱要决定灵魂的去处，要先修。吼、哦，咱人呢，还佫有这个色身肉体的时阵，爱认真修啦吼、哦。咱佮知影讲，这地狱苦报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讲咱今年啊，咱讲咱即嘛，伫修行一个修啥，修这条觉魂呐、啊，上升天界星神顶灵，即个灵魂所感受的，就是你家己本身呢有偌济功德力啦吼、哦。所以咱拥有名利、富贵、荣华、气门啦，有几个人会当受福、谦卑、洁身自爱？有偌济得到名利权势的人，会当受福，吼，会当放下身段，抛开包袱，探讨理清，只有修道行功立德，方可让咱的灵魂飞升天界啦，吼。所以咱常讲，人即嘛得到权，哦，那讲选船长选了，伊也要选代表，代表选了要选乡长，乡长选了要选议员，吼，一直选选甲无通选啊，才放伊去。这个权要叫人放，足难的啦。这个利要叫人放下嘛，足难的啦。所以人吼、哦、就是安尼，正是善尊看，福报享尽用啦吼、哦。就是讲，如果咱今日啦，正是这个善的尊看，福报享尽啊，用完啊，除非今生你知影讲，要安怎个享这个福报，同时过来累积善福德，下世人才有荣华富贵通享福。何况呢，咱这世人勤劳吼、哦，咱定讲。求温饱，或者讲困苦坎坷、有障碍重重的人，是否更应该觉醒、及早修道？对不？人的好业有存款，人的算讲前世人有存款落来，啊，咱这世人若无的时阵，咱更加爱拍拼。也就是咧讲吼，咱要安怎再次拥有荣华富贵？吼、哦，灵魂不生不灭是一条不归路，只要讲咱不停的往前行，总有一刻必须要行呢。咱一世人，顶世人无醒，顶顶世人嘛阁无醒，一直六道轮回来到这世人啊，来到蓬莱仙岛啊。咱今日必然无想要流浪生生世世，嘛无想要轮回不息，所以咱就要改变嘛吼。所以人生不管好坏、富贵贫穷啦、啊，哦，珍惜今生做人的好姻缘啦，静心静念，哦，会当修心修口。一定要修道修，人讲真修实练啦，大彻大悟，会当圆满吼，成了咱的因果业障啦，和咱的灵魂返回无极离天，永生当神，才是今生当人真正的目的，吼、哦，跟真实意啦，个真实意啦，个真实意。所以咱讲，咱是安怎要修道啦？为什么我们要修道？原因就在这里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咱呢希望讲，这世人啊吼，这世人既然来啊，吼，这世人既然来啊吼，那咱都唔通枉费啊，唔通枉费吼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立德三要，天行地在定乾坤呐、啊，定天立地好人气，才能讲定天立地好人气，尊用天性道德行，阴阳合则现真人呐、啊，现真人。心得很重要，尊天敬地孝顺父母，正心正念和善于人嘛，处世公正真诚待人，不骄纵，咱讲不骄纵傲慢，去除贪嗔痴，去除咱的贪嗔痴，心的德，心的德，咱讲三德嘛，这个心的德就是要敬天敬地孝父母，正心正念于善于人，处世要公正，这就是心的德。那么身躯的德呢？咱身躯嘛要有道德。这身躯的德就是讲以身作则，行为端正，知行合一，勤俭朴素，谦卑，好、哦、啊，受教理解包容，不同流合污，改脾气毛病，然后改咱脾气毛病。口德，三德就是心德、身德、口德。心爱先修，过来就身躯，过来就是咱的口。那讲口德呢？讲口呢？讲好话就敢那口吐芬芳，言行一致，明理言行，普济于世，经典传法，劝化度人呐。无做口业，恶言相向，圣人尊道贵德，凡人尽权夺利啊！这是有影的代志啊！吼，圣人当然是尊道贵德啊，凡人就是尽权夺利啊。修道以天理、道德、良知为原则。凡人不信鬼神因果随波逐流啦，
就是凡人，他不相信、啊、所以他会随波逐流。人家富贵时以财背得啦，吼，讲人家富贵的时阵啦，咱是一个人家，你即马得到机会，达到机会的时阵吼，你爱以财来背得，用钱去报喜来背得，不仁以身夺财，吝于舍啦，吼，卖讲吼，因呢，咱有啊，啊个唔甘索心向下，啊个唔甘报喜，你若唔甘索心向下，唔甘报喜呢，吼，那么呢，咱一世人。来到这个世间，敢若有权利名势，但是到后世的时阵哦，凡世安尼吼，咱的功果你得未到的时阵，喏，安尼呢，过来轮回哦，过来轮回来这个世间，真正都唔是吼，咱讲好的善缘，然后，所以梅香给你要来报上一对善缘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啊吼，此人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啊，咱这个吼。既然拜道，没想过提醒一下，咱的道量无济啊，会，因为咱若要拜道，要赶紧吼，咱要拜事业道，也是要拜拜家运道。家运呢，就是一家大小做伙，囡仔落咧读书，咱就甲你按文昌笔啦吼，咱会请文昌帝君加持。那么做生意的吼，咱会请啥？咱会请财神。啊，你讲财神道，甲咱的家运道，财神文昌一定拢伫咱的宫嘛，文昌殿伫三楼。我落在新店的二，下底嘛在三楼。好，啊，咱伫个斗场的时阵呢，吼，嘛是文昌，嘛我落在新伫遐所在。所以讲，咱的道亲啦，吼，咱来讲拜到左元神，拜到洪霄人，拜到就咧拜咱家己的雕金咧，到就雕咱家己的本命星君啦，吼。所以讲拜咱家己的本命星神，本命来光彩，家庭就顺利啦，吼。来，咱即马来听这对善缘。慈天必胜公，咱23年的许者善缘呐、啊，是咱母娘甲咱好的啦吼，喜结善缘。希望讲甲咱的道亲呢吼，逐工拢用空中来结善缘啦吼。但是来到慈天必胜公啦吼，咱咧讲神结善缘，人结人缘啦吼。昨日咱高雄的凤林宫啦吼，咱的师姐智奇啦和宫主。我来告咱慈天必胜公来结缘，然后非常欢迎，然后真的感恩，然后。对善缘，那就收听到这了吼。虽然不成功，咱甘蔗香品、香香款、素茶、广播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、山高宝、金家人，或者是讲吼，咱的张之王牛张之所萃取的，好，咱张之王呢，好有这多糖体啦，对咱的五行也非常好。咱若要结缘，直接打电话5916045，何丽梅，何丽梅。化妆品要送的吼，两罐哦，咱的咱讲洗头毛的吼，茶树精油送两罐哦，伊迄个足有洗，一罐都听我洗足久的吼，啊，过来就送一罐吼，啊，咱讲一瓶980的哦，咱的眼霜然后眼霜，原来一套四罐拢无改变，佮加上眼霜，佮两罐茶树精油，我们快要没有了，所以今麦甲你讲哦，赶紧注文。要那无，咱过来就无上家哦。赶快一组是3999，好是氨基酸洗脸，好锁链的，好咱讲长效的蜂蜜
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吼、哦，啊，咱的滴滴霜，哦，啊，过来就乳液四罐，安尼俩，同款3990，即摆会当阁加送两罐洗头毛的，阁加送一罐。哦，咱的这个原霜，就是要让咱知影讲，研发出来的原霜非常好。好、哦，伊和我试抹已经抹半年较低，我说很好，可以推出，但是爱用送的，先送我大家抹了赞。然后呢，一罐就是980哦，直接给咱报告哈、哦。送一罐980，跟两罐茶树精油，多一组加起来多3990。你讲以前无送的，歹势哈，今嘛是咧给咱，吼、哦，和咱呢吼，知影讲。茶树精油好用啊，洗头毛好用啊，嘛要让恁知影讲眼霜细纹较无的，让恁知影好用。安尼以后，咱再搁加落去，然后再搁加下去。好、哦，安尼啊，咱要买眼霜，你就甲买眼霜；要买乳液的，你就甲买乳液。好、哦，要买氨基酸洗脸的，你就甲摕氨基酸洗脸的。氨基酸的吼、哦，洗脸的真的，寒天的洗伊嘛袂讲甲好好，足好用的，一丝丝啊尔。伊就足好洗，甲你洗个毛细孔，洗个足清气的吼。来，以上是广告啦吼。啊，咱的香品呢，免阁一直介绍，咱香品已经介绍超过20年啊吼。咱九天母牛所讲是的配方，赞的都是赞的吼。可能用上板层的香，还是要用灵草香啦吼。咱直接来结缘啦吼。以上是广告啦吼。还有淡薄时间呢，咱来甲讲这个真假修行，哈，空无所空，清净自然，无而，哈，咱讲无为而治是真修，然后执着妄空，自以为是，这是叫假修。即中观一，心性中道，顺境如一，就是真修了，哈，傲慢自大，装神弄鬼。就是假修，咱讲啊，什么叫做真假修行？就是安尼甲咱讲啊吼。你那是一个执着妄空的人，自以为是的人，那就是修假啦。好，啊，你那是空无所空，清净自然，无为而治是真修。好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咱那是集中观一，心性中道，顺境如一，这嘛是真修。好，啊，咱人都未使讲吼啊，傲慢自大，装神弄鬼。过来就是吼，乾坤两极定位分明，阴阳好寂寂是真修，二相对立高下分别就是假修。从静心静念去三毒，三花古定慧行真就是真修了吼，慧成真就是真修。啊，那三心两意不专一啦，不信因果自私自利，这都唔是真正的修了吼。伊讲三清四净修口德。无相实相，少数相是真修。要乱红尘唔知醒，生死轮回难成天，死嘛无爱修，死也不修，好、哦、死也不修了哈、哦。三清四定修口德，吼、哦，伊讲后边吼、哦，你若生死轮回难成天，讲死也不修，死了也不修了哈，那、哦啊、就歹呀哈。伊、哦、讲五行相生定五轮呐。天理道德修根本是真修了哈，五行相克乱五常，胡作恶为害心灵不知修，叫做唔知修啦。六根清净五蕴空，六道法界真如行啦，这就叫真修了哈。六尺那藏在咱的身躯，佫唔知通见晓了哈。无以回天，最可怜的就是不修行了哈。所以讲，修道典范七真人七。咩道通入虚空是真修，七真人咱都知影吼，《七真传》梅香也讲过了吼。啊，咱人若伫七情六欲吼，咱讲乱根流，乱根流啦，魂飞魄散，邪心念堆，落阴府啦吼。所以咱讲八风不动，八正道啦，八风凌浪，何其功啦，是真修。八卦错乱理不明，为所欲为妄作凶啦，罪业重。那安尼罪业就重啊吼，所以甲你讲，九九顺阳天之道啦，九九重阳敬天地，这是真修啦。九五至尊顺天理，君守道德，民归依啦，合天道，好、哦、合天道啦吼。所以如果咱人咧习转习欲至神地，清净自然贴心灵，这嘛是算真修实练啦吼。十二街头卖方向。苦海冥冥，行悠悠啦，无聊期啦吼，叫做无聊期。真真假假是真
无假啦，假假真真，实心实假，非真非假，何以为真呐、啊？如如之真，真如天真，是真是假，以假乱真，修真弃假，吼、哦，人讲照假修真呐、啊，吼，清净自然，究究真至真呐、啊，回归本源，无极离天呐、啊，吼，无极离天。啊，所以人家讲的吼，都、就是人讲。修炼啦，吼，修炼，好，啊，咱就加减啊，加减听啦，会当理解多少算多少，会当领受偌济，就是偌济啦，吼。那咱的道亲呢，如果那是讲有需要，每项做服务的，唔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啊，咱讲拜道，咱即嘛呐，爱赶紧登记啊，吼，爱赶紧登记，疫情那是有诶，吼，已经都有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就安尼，甲敲一下电话，敲电话，甲讲我这内底就有啊，吼、哦，啊有，吼、哦，啊你就甲内底吼，咱的道亲啊，吼、哦，咱就甲咱的吼，咱、哦、讲工作人员讲一下，甲讲吼，我吼、哦、要拜道，我的道秀是啥，吼、哦，啊我道秀啥，啊你就互我知影一下吼，啊你道秀互我就知啦吼，安、哦、尼就会使啊。好啊，过来吼，拄只咱咧听歌的时阵吼，内底有一通电话，吼、哦，咱树林的啦，树林的师兄啦吼，伊讲伊平常时啊啦吼，啊嘛是拢有咧买人买物件送礼啦吼，伊讲拄只没想出着你讲菊花传统糕饼烘焙，啊你电话也无报啊，吼、哦、电话也无报吼，啊无你俩别开下者吼，电话啦吼，电话是咱02-2689-9922哦嘿。02-2689-9922啦吼，菊花传统糕饼烘焙老婆饼啦吼，菊花老婆饼，安尼我都无要阁讲啊嘿，啊恁家己吼，来阁听无诶，你阁甲倒拜，阁等下听一届安尼吼。来恁的孙兄师姐，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啦吼，啊咱若拄着吼，啊一寡哦，咱讲兄弟姊妹啦吼，咱今日去咱。不管讲你是咧做啥物款的头路，吼，啊是咧做啥物款的迄路，啊你都咧欠工人，就真工多一个吼。啊，孙阿姐，你甲我问讲，梅尚书记，你唔讲恁新妇住伫台中属立医院咧做科长，讲系啊，啊伊唔是讲要爱迄、那个吼、哦、配菜，吼内底要爱厨房的配菜，吼、哦、啊送去病房。迄种啊，咁也够有欠啦吼。你直接甲敲电话就好啊，你甲敲吼总务处。好，总务处哈，台中属立医院的总务处，安尼，哦，你甲找黄义伦科长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还是要找内底总务处的遐服务人员就会使啦吼。来，咱今日节目呢，就讲到这，咱来回向了吼，来吐出啦吼。咱今日重新回向者吼，管理人家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发喜，消冤解业，心清净。身体健康在难敌，家安如事业顺。得主合情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。身亡超生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。一处度人正善因，今世非开何面缘。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无量感恩，感恩无量。咱慈恩必生公，咱的节目就今日就讲到这了吼，祝大家吼，拢会当平安顺遂啊，身体健康。家运顺利啦吼，做事业会当大赚钱啦吼。一朵两朵三朵千朵